空的代表林宇白，用心制作的林白，大家安安，我是林白，欢迎来到林白 JC。 今天也是和儿子一起玩的排位场，还有一些匹配场啊，但是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，我遭遇什么了，看一下。喂，貴様，全部都是蜘蛛啊，我可以说十场有九场都是蜘蛛。今天呢，好，我儿子被打了，过去看一下，我躲一下，然后走出去。哎，看到在那这个我儿子倒了，旁边有个缺口可以冲进去，好，开球。哎，歪了。这个我是用一个，刚刚我是用一个头盔来做一个标准的，所以刚刚头盔是对准了缺口我才开球的，然后这里我也是用头盔来做标准，但是还是哎一个金身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监管对我对前锋带精神的，可能是有两个前锋有点怕吧。我刚刚说回去啊，这个我是用头盔来做标准的，但是好像不太行。好，这里先知过来救，中了没有中苏斯，这里直接开球，但是还是撞到椅子上，直接浪费了。这个祭司刚刚是偷偷把我的儿子给救走了。然后儿子我还是中了一下，地上我看到一只球，看到一个球，应该是我儿子开的，然后我就把它捡了起来。你也快倒了，我就善用一下吧。好，及时把我摸满，这个前锋也要上椅子，这个看一下能不能救。他似乎会走出来，但是这里障碍物那里走出来就空了，没有障碍物了，这我也看不清楚，所以我也没去撞，只好走了。好，回来这里。修机，然后看到祭司被恐惧震慑，直接一刀倒地，这也没有办法。好，我去救这个蜘蛛，是看见我了，这不能救。如果我救下来了，祭司就会出现在椅子的右边，然后一刀又再倒地。这个再看一下情况。好，开球撞过去，撞下来，哎呦，金身，这不能救。哎，被打一刀可以扛下一刀，把人救下来。祭司往鸟笼去了，蜘蛛现在过去肯定会打到祭司，直接开个球把他撞晕，让祭司有机会跑进鸟笼里面。好，他现在是来追我们，要这个板子直接下。哎呦，被喷了一口蛛丝，这个有点危险了，这我们就贴墙小心他的蛛丝。好，一边扯蛛丝，这个有椅子挡着，我还是有点安心的。好，这里继续跑回过去。哎，这里有风创，这不行了，直接开个球。这里有祭司门，撞上去，然后直接上去，这就没那么怕了。好，这个蜘蛛在外面，这里有一条蛛丝，把它吃掉，把它扯掉就好了。蛛丝看到就扯，得空的时候就扯。这个看一下它在哪儿，它是在外面吗？两个门口也没看见它。好，它是在外面，那我们可以先修一修机。这个机子。还就剩一点了。好，他跑进来了，我翻这个加速，这个板区刚刚用过了，所以我们跑来前面这个两个板子直接下，在蜘蛛面前别搞什么花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怎么又中一层蛛丝了。好，这个继续和他绕，只要小心他蛛丝的角度就好了。这里第二层蛛丝有一点慢了，这个哎，他不绕进来，那我们就有机会了。他这里是翻窗进来。好，我们再跑回去开个球。哎，被椅子挡住了。哎，不行，这个角度调的不好，果然还是要用地窖未刷新中间那个位置做一个标准。现在地窖已刷新，所以还是用中间来做标准。好，先知过来救我，中了一口蛛丝，现在他应该是没有鸟的，这里就扛到就会比较稳。中了一口蛛丝就有一点危险，哎，又一口蛛丝，然后就被打倒了。祭司绕了过来，从鸟笼过来了。好，直接一个开球装上去，直接进洞躲开。好，这个机子也快压好了，这个先知肯定是会上椅子的。这个祭司刚刚中了一刀啊，好，赶紧把电机压好，这个先知我去救。好，压好，这个祭司意识不太好呀。好，赶紧压好机子，快啊，你怎么把机子给压好。好，这个我压好了，我去救了，你跟我开机，你没开机我就把你给宰了。好，我过去这个
直接救下来，哎，中了一刀，好，大心脏，很好。这个我一点没有规划路程呢、啊。好，没有关系，一个加速，一个大心脏的加速可以跑来这个板区，跑来这个板区和他绕。好，这里一个开球冲过板子，但是被他一个截胡打中了，这我就要上天了。之后就看他们的一个能力怎么样了。其实也不用看了，这一局应该是一个三杀局，毕竟对着的是一个蜘蛛，一个加速，两个门来回跑也是很难跑掉的。这一局主要的失误还是在于我把头盔做一个标准，打横跑的时候就不能把一个头盔作为标准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之后先知在小门被抓了，然后祭司开大门，然后又通过好几个洞往小门跑。好，这局是一个一人逃跑。